十年来一直陪伴我们、一直支持我们的所有辛苦的同仁。今天如果没有你们，今天就没有希望小学。我刚刚看了一些影片，也看了一些我们的校长同仁的分享。其实现在的我，身为三个母亲的这三个小孩的母亲，然后真的非常的很有感动，很有感觉。我觉得教育小孩，生了孩子还要教养他们，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看着这些弱势的孩子们，在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得到公平的教育环境，所以真的希望未来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有更多公平的机会，更多普及的教育，以及更多多元的学习。我们今天将先释出所有的教育版权影响扩大力扩大影响力。目前全台所有的县市都已经有用我们的，都已经有小学采用我们的教材。我们也将协助培养更多的师资，然后呢，交付印刷呢，交付给庇护工厂，带来正向的循环，希望带来社会更多正面的力量。那对于过去的十年呢，我们充满着感激。那我现在来谈一谈未来的十年，我们希望怎么去做。我们希望呢，帮小朋友找到更多多元适性的课程与教材，所以我们今年很努力的去寻找的各个合作的伙伴，带来国际性非常有竞争力的学习方式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一一介绍。